香港嘅法院咧，即係喺人大釋法嘅淫威底下咧，就好似樽水咁啊。Be water，justice，be water，即係話咧，你將佢裝落個膠樽嗰度，就變咗咁嘅樣，將個碗嗰度咧都係水嚟。其實今次嘅一地兩檢，我哋嚟呢度尋求司法覆核咧，法官就承認咗係好重要嘅嗰件事。 第二咧係有得拗嘅，不過最後尾佢就話你全部拗輸晒。咁拗輸晒其實好原因好簡單，我睇完之後就係話，第一呢一個有幾個要點，第一就係話人大常委嘅決定係有釋法嘅效力，所以係一定要參考嘅。第二就係雖然間今次呢一個一地兩檢。 嘅安排的確確係有爭議，係將香港嘅呢一個司法管轄權俾咗大陸，原本應該有嘅，而家俾咗大陸。不過咧，唔應該可一不可再，唔可以成日咁樣做。第三個咧就係佢話俾香港人聽咧，呢啲咁嘅有關解釋基本法嘅嘢咧。 又再不新階段，因為大家都知道，當日喺做呢個所謂四部曲嘅時候咧，即係呢個香港嘅立法機關自己去做一啲削弱香港司法管轄權同埋係違反基本法嘅事咧，我哋懷疑噶嘛，佢話得嘅呢樣嘢係得嘅，只要人大釋法。 就得噶啦。咁但系个问题咧，各位，以前人大釋法好似呢个 DQ 我咧系讲明释第104条。而家咧就系人大就系话总言之符合。咁所以如果我哋嘅法院系去要揣摩人大常委釋法，即使呢个釋法。
是不合乎中國憲法，不合乎基本法，很籠統的。那我們的這個法院的法官呢，周家明法官就好像掌櫃一樣，大家明白嗎？ 你看中醫呢，那個醫生呢龍飛鳳舞在寫到不知寫什麼，我們不知道，那他就說、哦、原來他開了五味藥，他看到那些龍飛鳳舞的就再執藥出來就、哦香港人啊，長毛，你煲一劑藥一定得㗎啦，因為嗰個醫生唔會錯嘅，我亦都唔會睇錯嘅，我都係進一步後退，因為以前嘅人大釋法係釋一條法，講到明，係要清清楚楚講，而家就釋一紮法，就係總言之合，總言之係合乎基本法。如果我哋嘅法院等而下之要去揣摩人大常委呢一班，我哋都唔知佢住喺邊一忽，係邊咩人嘅人去做嘅決定嘅時候，咁香港嘅法治就好似我最後咁講，好似水咁。你將佢裝入樽就係樽，你將佢裝入碗就係碗，將佢裝入個呢一個杯嗰度就係杯。所以我哋一定會係上訴嘅，我哋一定會上訴。我都希望香港的司法界拿出他的尊嚴去解釋一下，我們不是怕輸，我們要公道。如果香港的法官是能夠在這個普通法的世界裡面解釋到這件事的，就是說一個行政機關是可以隨時去解釋法律之後，解釋這個基本法之後，即使是不知道說什麼都會解釋到的，這個香港的法院是要這個用揣摩上意的方法去這個令到人大常委的東西變成一個聖旨的，那我覺得這個不是法治。這個結果是不是其實他們之前都預計了，只不過是即現在正式告訴你，還是你覺得其實法院其實有空間去做沒做到？所有的法官在宣誓做律師的時候都有誓言的，因為他們一定是律師來的，他們做律師之後之前這個宣誓的誓言是要記住，他們根據基本法去宣誓為香港效忠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是要記住擁護基本法。咁而家佢連基本法都解釋唔到啊嘛，佢呢個誓言，佢嘅誓言記住啊！我唔想教法官做人啦。法官由做法律學生開始，到律師，到做法官都有誓言嘅。你話今次之後係咪以後涉及所有基本法嘅司法覆核都已經冇乜意思啊？我哋都未打完上，未打上訴，點會呢？我只係希望期望香港嘅法官係記住佢哋做律師嘅，即係佢宣誓嘅誓言，同埋每一次俾人委任佢做呢一個法官嘅時候嘅誓言。Mr. Leung, do you think it's reasonable for the judge to say that the NPCSC decision basically amounts to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sic law? Does that make sense to you?Well, my main concern, my worrying is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sic law, which have been repeatedly done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PRC, decline and deteriorate in a level that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In the recent case, they did make the effort to interpret a certain article of the basic law, but now they did it. It's like a mess. You know, what they have told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their statement is very simple. Listen to me. Those decisions from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he four-step procedure,is totally combined to the basic law. Which one? Which article? They didn't interpret.
It's not even an interpretation, it's an order. They told so. Sorry. So that's what I said. Justice, be water to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eople Congress or the PRC. That is the situation of Hong Kong now. Okay? Okay.主席令十六期和总理令二一条是有关香港行政管辖区那个地域，他直情不理那么多，他去在香港立法来到改。另外人大常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七条讲到明，人大常委不可以修改基本法和解释基本法，不能够违反他的立法原意。嗱，点样立法原意啊？你们看一看基本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会议授权香港特区政府享有这个香港行政区的管辖权。他現在放棄了管轄權，那他又沒有識到法話，喂，這條是改的，這條第二條是取消的了。這樣一個小小芝麻綠豆官可以有這麼大的決定，所以我都認為我要上訴的。好，謝謝郭先生。好了，我先保重了，謝謝東東。好了，先保安上。